一银一台机器是如何工作的？当卷轴放在机器上面时，经过加热转，片材受热后进入成型短成型。在这里，片材成型，裁切成杯子。机械自动手抓取杯子，并不一点在传送带上。使用废料机收集废料，这就是一银如何使用一台机器。 可以大大节省人工费用。如果你对我们的制杯机感兴趣，欢迎私聊。太可以了。